那我现在这个肚子的话，它是这边是这种绑绳的，所以这应该可以依照自己肚围去调吧？这可以穿上绳吗？可以啊，这也是妈妈咪呀的，一样是妈咪呀。然后有口袋，它的车线是做比较立体那种织带，给你们看一下。哇，还有这颜色，好难得哦，它是做这种织带，就是比较立体这种织带。我觉得绿色配白色也很好看，没错，很鲜艳。喜欢拍照、喜欢亮色的人，你可以买绿色的裤子。就是你可能已经有黑色类似款的，你就可以选这个绿色，然后它配起来是很时髦这样。臀围平放是96哈，可以穿到126哦哈。肚围平放64，可以拉到130公分，这个就可以穿到身了哈。全长150，我倒是觉得还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下面是下缩口的，这样看到吗？哈，是下缩口，所以这个就比较不挑身高了，都可以穿。给你们看一下，我放开来给你们看，放开是这样，它的弹性很大，而且它穿起来很显瘦。我刚刚在照镜子的时候，觉得它的版型做得很好。